Hello， 枪友们，这里是曼谷，我是枪火。今天呢，今天耍一耍这把 CO2 的黑色的沙鹰，换的是新的那个 CO2 的小罐。今天也不需要太多的威力了，今天打易拉罐，普通的 BB 也行。刚想起这事儿了，就是具体黑色的这把哥们儿的这把 CO2 沙鹰啊，没怎么拍过，没怎么跟大家展示过。还有就是今天这个，我特意把这个可乐这目标放的距离更近一些，省得太远了，效果不太好。毕竟近点的效果更好一些，咱们也不是需要多好的精度，就是要看看那种更好看的那种效果。行吧，废话不多说了，走一替。太不过瘾了，精度很不错，这把就是感觉听声音没有那么大的威力。我觉得随便换任何一把 BB 都比我那把左轮的那个精度要好。谁知道那左轮是没练出来呀，还是怎么着啊？哎，对，我这左轮还带着呢，再打几枪试试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这个 CO2 还没打光，上次争取给它这个 CO2 这个小气罐给它用光了，要么没用光，拆下来有点不舍得。用光了，长期留在这个枪的枪身里边，它的对枪的这个枪口的那个密封效果特别不好，给它都打光了吧。哎，就是这个左轮就是这样，装弹量太少。风太大了，趁着没风赶紧搂几条。没子弹了，用这个小轮儿以前不太爱用，现在感觉用这个叫什么快装轮是什么呀，我还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用这个感觉方便多了。又倒了，我偏的也太厉害了，这个偏的太厉害了。行了，这子弹这么没谱了，怎么应该是快没气儿了。
没气儿了。哎，这把沙鹰的气儿能费多少就费多少，省得撂在家里头，老撂着对枪也不好。应该放再远一点。给子弹了，最后一个弹夹。子弹打光了，气儿也没了。今天就到这块了，今天就这样了。感谢大家欣赏我这期的节目，感谢枪友们一直在鼓励和支持我。虽说现在在国内的所有的网站都不能播了，只能在YouTube 上，哎，这个有点失望。没办法，这个以后咱们国内的网站我只能录这个跟没有枪的这种画面了。有枪的，只要有枪的一个镜头，审核都过不去。哎，没办法。今天就这样吧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